南投县水利行业水利国小学生诶，先前去参加2019全国少年杯足球锦标赛，得到五同组五年级的亚军。另外，水利国中诶学生诶，三月底去参加全国中等学校杯爬山锦标赛，每得到为国中五支组总团体的第三名，另外男子组总团体的冠军。为了爱鼓励一个学生诶，喺全国比赛争取好个成绩。水利红路组系 TPA 公开表扬韩国和钟丽君本日都优秀的学生诶。叫他打起，球诶出天意几得分，也着是球员欢喜来开跳。水利国小队员会一帮人成立足球社团，本单抢起上岸呢。学生诶如何方式诶踢球诶，结果学生诶越踢越有劲头，还系球员正式成立五支足球队，成立某一年就得到全国比赛第一名。这次的比赛是八人制的比赛，所以全场跑起来非常累。但是我们非常想赢球，想拿到很好的成绩，所以我们跟他们拼了。那今年我们终于能够扬眉吐气哦，在全国少年杯的锦标赛上面，那获得女童组的亚军。除了水利国小足球队得到好成绩，水利国中的爬山队成绩每一等好，为了鼓励亚条线数，水利乡长陈桂友特别邀学生的多项工作，除了公开表扬，亦限自家出钱送奖励金来鼓励一等。水利国中荣获全国中等划船锦标赛2008冠军的成绩。那由于我们平常的学生训练的时间呢，非常的漫长，然后教练也都非常的辛苦的指导，也感谢我们学校的用心，让我们同学们能够一个多元的学习与发展。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发奖励金，能够鼓励他们继续来为我们水里乡以及学校来继续争取荣誉。比到亚洲球员的足球专场做得继续下去，水里国中每三忙屯足球教练参详，希望来成立足球教队，好帮亚洲球员留体本体来发展。还卖从业的计划系爱杀体育班，安尼韩国都开国素材学生的嘅体育专场就唔会脱产。下届新闻李凤琪南投报道。